今次我過嚟再見面啊！攞件件出就算啦。呢個非常長跑，聽日嘅機會啦。啊，福哥，哎，福哥，你好。啊，福哥，你好，你好。我哋阻你嘛，阻你嘛，阻你住嘛。
to the 2024 the second annual Eastern USA Gentlemen Youth Club Table Tennis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Thank you for coming, everybody.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参赛代表队、媒体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来到美东江门五亿青年联合会联袂美国酒店地产总商会以及纽约活人文娱体育总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美东江门青年杯邀请赛现场。有请美东江门五亿青年联合会蔡玉明会长致欢迎词。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欢聚一堂。我谨代表2024第二届美东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筹委会对来自德州的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以及嘉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我们筹委会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安排，终于顺利迎接大家的到来。小桥推动大桥，是民间的接话，几十年来不断书写中美人们友好的经典篇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和重要的意义，也是中美关系的启示。我们的民间组织比赛是继承和发扬乒乓外交精神，让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为中美关系发展增加许多正能量，同时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江门是中国的球都美称，拥有535万的海外华人华侨，遍布了全球每一个地方。江门人有乒乓球的情怀，乒乓球运动爱好者广泛，同时有爱国、爱乡、爱运动、爱和平的热情。今天以赛传情，以球会友，让世界更了解江门，让世界更喜欢江门，让江门的活力唱响全球。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今天的比赛，祝所有的运动员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祝各位裁判员、工作人员、义工们工作顺利，祝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万事如意，祝2024第二届美东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I think we, me and my partner here, we forgot to introduce ourselves. I am today's MC, Leon. I'm Harry. Thank you. Next,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America Hotel Owners Charitable Association.Mr. Joel Lam, thank you, please. 现在有请美国酒店地产总商会主席兼大会总顾问连进忠先生致辞。
在这边真的很高兴能参加我们第二届的江门
Thank you so much, Senator Ivan Chu. You've been supporting us in the sports community all these years. Thank you. A great honor having you here. Thank you. 谢谢 Ivan. 现在有请纽约市教育文化局主管 Miss Torres 郑晨. So we're going to have from 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Sports, Wellness and Recreation, Executive Assistant Ms. Melvin Torres, give us some encouragement. Thank you. Hello, everyone.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nd see everyone. I know this is the second annual Chinese American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and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Director Jasmine Ray was here last year, and she had an amazing time. So on behalf of the mayor of Eric Adams and the mayor's office of sports, wellness, and recreation, we wish you all good luck and have fun. Thank you so much, Ms. Torres. Next, it is our great honor. We have a great leader in the ping pong community fly for 15 hours from China. Mr. Ai Qing Huang. The founder and current president of Jiangmen Ping Pong Association from Jiangmen, China, Mr. An Qi Huang. Thank you. 各位参加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的嘉宾、朋友们，各位乡亲们，大家好！ 江门市乒乓球协会应美东江门五一青年会蔡玉明会长、美国酒店地产总商会林建忠主席、纽约华人文艺体育总会赵立衍会长的盛情邀请，带着侨乡江门人民乒乓球爱好者的美好祝愿。 代表侨乡江门侨务部门向第二届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组委会致送祝贺信以及纪念品。在此，我代表江门市乒乓球协会向大会组委会、向前来参加第二届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的所有嘉宾。 和所有的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义工团体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是对组织策划本次赛事的主办方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辛苦了。 Thank you, all staff, volunteers. 江门市乒乓球协会并诚意邀请在场的各位组团、组队回到家乡进行乒乓球技术交流、探亲访友、观光旅游。江门市乒乓球协会会全力以赴，盛情接待。 热烈欢迎，尽好地主之谊。
谢谢大家。Welcome you to Jiangmai. Thank you. 谢谢洪会长。现在有请本次比赛活动的居子昌裁判长致辞。Now let's welcome our chief referee, Mr. Zhiqiao Zhu. Thank you. 大家好，这是比赛的裁判员。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这是第二次的江门杯乒乓球比赛，我们呢要办的全世界最好的一次民间的乒乓球比赛。我所说的是第一，而不是之一。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Mr. Zhu. Next, we're go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Sports and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 Mr. Zhou Li Yan. Larry Zhou. 现在有请纽约回旋体育总会赵丽颖会长致辞。President Zhou is going to give us the closing remark, and then we're also going to have a reward. An award to our camera professionals. So thank you.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还有亲爱的运动员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纽约环体会的会长 Larry Zhou。 我今天非常激动地迎来了第二届的江门青年杯乒乓球邀请赛，在这我仅代表美东江门五一青年联合会、美国酒店地产总商会和纽约华体会，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地在这里讲出我们所有的赞助商支持我们的商家。 还有社团、企业、媒体的名单，还有我们这个远道而来的那个江门乒乓球协会的很多这个运动过来的人员啊，谢谢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现场，就进入门口那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赞助商。 用那个名谢的这个牌已经把大家的名字写在上面了，就是谢谢大家。就是我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因为第一届首届的那个江门青年杯的那个比赛，我们上次说过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吸引。 录像方面的话，下了很多功夫的单位，我们在这里做了几块那个奖牌，就是对他们衷心的感谢啊！我在这里读一下，就是这是上一次的那个吸引的，就是有永中影视制作室，还有高美美。 制作有限公司，还有李景怀摄影工作室和那个一荣制作室，我们请林总跟蔡会长出来给首先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永中制作室，永中。 视频还有很多那个相片，帮助我们在这个乒乓球比赛当中很好的推荐，谢谢啊！蔡会长啊，给李景怀先生，这是谢谢李景怀先生啊，还有一个易容，他好像中午没来，他晚上才过来。
Finally,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patience. 请各位赞助商、赞助商前来办。好，欢迎收看《现在有请乔。
立即去七号台，立即去七号台，黐敲咗。
国际物流 CXL， 还有立刻，现在立即到七号台报道。Thank you.